昨天很开心哦。你看一下，昨天很成功啊。真的。而且你每个服装都不一样。主要是什么？昨天。对啊，昨天在北京的服装都不一样啊。哦。对啊。是吗？只有梁静茹那边。那你们是网络上有的看吗？只有看滴答，你看你又在那个什么北京唱滴答。已经有人有分享剪接过的版本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对。在官网上吗？对，你可以回去看一下，因为有人分享。哦 ，OK。这是全部吗？没有，精华版，所以我们才知道有。没有，我只看到你跟那个陈怡蓉陈小姐那个跳艳舞那一段。哦，对对对。不好意思，我被吓砸了。有吗？你为什么被吓砸？因为我不知道他要来了。哦，原来哦。Peter， 我耍。OK。那我可以顺便吸他吗？等一下，一个个。他谁 ？Peter 和润东，还有一首。快乐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我往后一点，因为今天南部的东江。好。